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的圣诞日的这个的崇拜。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是要来到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复活。今天晚上特别的，我们是来到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赞美主，我们主耶稣是蛮有全能的，蛮有大能的，蛮有慈爱的，慈爱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他。Thank you.
战胜一切的疾病。主啊，我们宣告你是战胜一切的黑暗。主啊，我们宣告你已经超越所有一切。我们祷告你的救主，主啊，是的，主啊，一切的国度全能都属于你，因为你的圣名是超越全地，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名，你的圣名超越所有的。Oh
界万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啊，耶稣啊，我们站在破口，我们呼求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呼求这个时候你的宝血遮盖全地，厚厚的厚厚的遮盖你的教会，遮盖你的子民，遮盖你的儿女，遮盖这片土地，拿走一切黑暗，因为你的生命，你的死，你的火已经祭拜了一切的这些的瘟疫疾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感恩，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将同心祷告祭拜来侍奉主耶稣的圣灵求。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的线上受难节的这个的崇拜。我们相信在今天的这个的晚上，众教会都聚集在一起，众信徒都聚集在一起，其中的一个的目的就是他要纪念耶稣的死。耶稣为我们钉在这个的十字架上，耶稣的死不单只是为你为我死，耶稣的死是为全类的死，他的死也是改变人类的这个的历史。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耶稣的这个的苦难的当中，我们有一个星期我们来到默想。无论是在客西马尼园，耶稣的这个的孤单，他渴望他的门徒，他所爱的三位的门徒雅各、彼得、约翰，他可以陪伴他多一点的时间，和他一起的警醒祷告。但是耶稣他失望了，但是在失望底下，他仍然的坚持到底。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行，乃是照做你自己的意思行。”然后我们再看到，在公会的审判，彼得拒绝他，彼得不认他，彼得甚至离弃，不敢承认耶稣。耶稣就被继续的交在这个的比拉多的手中，在比拉多受审判。我们相信，在比拉多的这个的审判当中，他说耶稣没有罪，但是因着众人的这个的要求，他按着这个的众人的要求释放了这个的巴拉巴，所以耶稣就默默的走上这个的十字架的这个的道路。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的苦路里头，他遭受兵丁的这个的奚落。他在被鞭打，在往各个他山上的时候，主要他什么？他被众人拒绝。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7章45节到50节里头，我们看见一个的这个的经文记载，在这个经文记载里头，从谷阵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夜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就有听见，就是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那就有一个人紧赶跑去，把海龙沾满的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等坐，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说：“气就断了。”我们相信，在这个的中午3点。耶稣大声的喊着说什么？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当这个的世人的这个的罪孽担在耶稣的这个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也遮脸不看耶稣。耶稣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到这个的被钉十字架的这个的过程，在马可福音15章25节里头，耶稣在这个的上午9点，他就把耶稣钉在这个的十字架上。在这个被钉的过程里头，他被西下，在被钉的过程里头，他把这个的紫色的袍穿在他的身上，他们把这个的荆棘的冠冕，他们吐这个的口水，他们甚至跪在他的面前说：“哎，你是王，你是犹太人的王。”
耶稣被取笑，耶稣也被同一班的人说何善啊何善啊，归于至高的神。他们众人在拥护耶稣之后，但是在过了几天，这些的众人都变了这个的脸。耶稣经历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的苦，从这个的九点，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从午正到圣处的时候，这个的十二点到这个的下午三点，在这个的十二点到三点之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哎，这个的空中的这个的环境啊，遍地都黑暗了。当在这个的遍地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人类历史要被改变的一天。你和我今天成为这个蒙恩得救的人，是因为耶稣扫尽一切的痛苦。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看见这个的黑暗，我们也知道历史的发生，上帝爱我们，我们领受了。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黑暗笼罩大地的这片刻，我们却看到什么？同钉在十字架的其中一个的囚犯还在讥笑着耶稣。有时候我说，哎，很接近这个的救恩啊，很接近这个的天堂，为什么在接近的底下又离耶稣这么的远？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里头，世人看错了，以色列人看错了。他讲什么？他怎难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就好像这个的讲到，哎，你可以救自己啊，怎么你不救自己？哦，你受苦了，哦，你好像应该这样的。但是同样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里头，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受苦，但是我们却以为什么？他被击打，被神击打，被神苦待了。而第五节里头就讲了，不是苦待啊，是什么？乃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他所受的苦，他承担了我们的这个的罪孽，他所受的苦，他所受的刑罚，给我们的这个的平安，他所受的这个的鞭伤，带给我们这个的医治。耶稣他是这个的代罪的羔羊。我们相信十字架是一个的恩典的一个的记号。什么是恩典呢？跟着这个的杨菲利所说，恩典多奇。恩典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叫神少爱我们一些啊。许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很想做一些的事情，哎，你做了我就喜欢你，你做了我们就爱你。但是恩典是什么？我们不是做了任何的事情叫上帝可以爱我们多一点点。所以恩典是从神而来的各种礼物，恩典是指上帝无条件的一个的救赎。我们想到这个的亚当和夏娃，当这个的亚当吃了这个的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时候，这个的罪恶就临到了人。面对这个的肉体的死，人也面对这个的心灵的这个的死。但是在那一刻，上帝做了一件的奇妙的事情，上帝就杀了一只的动物，用皮子为亚当，给亚当和夏娃穿上。所以我们相信，哎，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替死流血而完成了这个的救赎的这个的功夫。他带给我们什么呢？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来到聆听神的话语，你有没有为这耶稣来到感恩？我们相信，假如我们没有耶稣，我们没有今天。
许多基督徒都这样的说，没有耶稣我没有今天，因为耶稣我成为了何等的人，他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而耶稣代替世人的死。路加福音21:4，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们相信在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相信很多时候，为好人死，为仁义的人死，还有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爱的人死，还有，但是耶稣啊，却在我们还拒绝，让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他成为了这个的代罪的这个的羔羊。所以第二点，我们就看到，这个代罪的羔羊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世人啊。他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是白白的赐下。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但我们讲，世人都在寻找爱，我们常常会和我们的亲人说，究竟你爱我吗？我可爱吗？我值得被爱吗？许多时候，我们爱的这个的坚，我们爱人的这个的坚定上都是在什么呢？我做了什么事情，我配得你爱啊？我做了什么事情，配得你爱？我有没有乖？我是不是长得很美？我是不是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你才爱我呢？但是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就好像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其实有时我们看到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知道他是在剥削我们了，我们知道他是在占我们的便宜啊，我们都很害怕这些人，我们都避开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不值得我们爱。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这班众人和比拉多说，把他钉在十字架，把他钉在十字架，我们宁愿要一个什么贼啊，大贼啊，一个强盗巴拉巴，我都不要一个的耶稣这个的复仇。所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神哦，耶稣代替世人的罪，耶稣也带来神的爱。更加重要，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每一年大祭司都要带着这个的羊来到这个的圣殿，带着这个牛来到献上，为了赎人的罪。你和我都有罪啊，在这个的追踪里头，我们常常说，哎呀，真的，我们很内疚，为什么我这样的软弱，为什么我应该做的东西我都没有做，但是我不应该做的东西为什么我通通都做，而且做的还是深深的有事哦。所以耶稣用什么？耶稣用他的这个的宝血啊，希伯来书9:12，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他不用动物的血，上帝却差他的儿子用他自己的宝贵儿子的血。耶稣他不是用山羊的血，也不是用这个的牛犊的血，他是用什么？用自己的血来到买赎我们回来。以弗所书讲什么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什么？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照他丰富的恩典。你知道什么是恩典？用他的血啊，当人看见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上帝的爱，他看见什么？耶稣代替世人的死，他更加看到什么？他用自己的血
让人非常的羡慕。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孩子，我们可以和许多人说，哎，感谢神，我有一位爱我的神哦，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他用他的宝血的买赎我回来，让我进入这个恩典。更加重要，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胜了这个的死亡的这个功。当这个新冠肺炎的发生的时候，他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基督徒我们有这个的盼望哦。当然我们不是说哎不怕死，我们也怕死，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的盼望。而在这个盼望里头是建立在什么？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的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了，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感谢神啊，因着耶稣我们得到这个的释放，因着耶稣我们胜过了这个的罪，因着耶稣我们也胜过了这个的律法。我们相信律法是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而得救而被称义，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血买赎了我们回来，是羔羊的宝血，神是一个无罪的这个的血哦，是神儿子的血买赎了我们回来，以致我们可以胜过罪恶，以致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的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哦。当我们今天来到感恩他的时候，耶稣带下这个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恩典的一个的记号。在这个恩典里头，我们看到耶稣代替世人的死，耶稣彰显了上帝自己的爱，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回来，耶稣叫我们得胜甚至有余。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个的圣餐台前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个敬畏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守这个圣餐。姐妹，现在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守这个的圣餐哦。在这个圣餐台前，我们纪念耶稣，他代替了你和我死，他带来神的爱，他也带来了这个的救赎哦。他叫我们胜过这个的死亡。我们相信耶稣也带来了这个的宝贵的业。马太福音26:26到28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这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了。所以我们会唱这首的诗歌。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耶稣带来了这个的恩典的这个的记号。耶稣他为你为我立下了这个的约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受苦，就好像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被咒诅，因为他被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我们相信他是完全的这个的律法。那么就唱这首歌，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到谢谢耶稣。
律
法的这个的咒诅。我们相信人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来满足神自己本身。在律法的背后，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不完全，我们不能做到完全。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白石宝血，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生命，乃是来自于上帝你自己的这个预备和耶稣的这个恩赏。主，我们谢谢，我们赞美，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是什么？